这一年的评论区精选，祝小伙伴们愉快。瞎说，我家龟就是不会叫妈妈，一直叫爸爸。带你家龟了去看看病吧，或者多赚点钱，没两千治不好。大陆是怎么漂流的？不会沉下去吗？哎，你头放水上估计也沉不下去，因为排水量足够大，质量足够小。都说人是猴子进化来的，可是为什么没有看到正在进化中的猴子？你不就是吗？作者说来说去总结就是，男娃是 Y 染色体独有，女娃是 X 染色体独有， Y 之传男娃， X 之传女娃，也就是说你找个老婆体内独有 X， 你老婆生男娃就是遗传你的 Y， 你老婆生女娃就遗传你老婆的 X。 真遗憾，你体内竟然没有 X 染色体，难道你是 YY 传别人？大师，可以说一下你对进化论的看法吗？抖音生物学家都说进化论是骗局，从你叫我大师那一刻起，你就很难认为进化论是真的了。当我说日韩语和汉语没亲缘关系时，日语韩语的广汉语叫爷爷，不接受反驳。黑名单里少了你这个漏网之鱼。当我说汉语和藏语同一语系时，咋跟藏语有亲戚呢？顿时让人感觉掉了好几个档次的感脚，感觉要拉你上去了。你们真像那种四处认亲戚的老光棍，自己混得不咋样，势利眼倒是挺亮堂。秦国祖先不是养马的，而是劝龙，才是个龙啊，我还以为养你的呢。秦王为什么直灭六国就称霸了？战国不是有七雄吗？神平一保存。读过小学的都知道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你也就是个小学水平了。我光知道考试你不写吴承恩就没得分。很抱歉，我们高考和研究生考试不考这种问题呀、啊、难道您只经历过小升初？我以为你要告诉我地球上的水有多少泥，结果就是讲讲地球是圆的，我还浪费我的时间给你回复。我还要浪费我时间拉黑你。杠精，你有把水臭干过吗？你怎么知道水臭干是这样？既然你做不到，就不一定是这样的。哎，他们就该把自己脑袋的水抽一下。说来我一直不明白，这套谣言给宝鸡找的爹为什么是陈仓，而不是逼格满满的凤翔？没文化的人定义文化的标准就是自己听不懂。哈尔滨人可以直接当播音员。作为哈尔滨人，我没你这种意志自信。确定了地球是圆的了？我确定了你脑袋是空的。特斯拉开启了电气时代啊，这么牛逼的人被贬低，你不用念吗？你出现在这都是对我的贬低。当你让人不要贬低羊的同时，请你自己也别理会特斯拉，你这样就有点双标了吧。从来没贬低特斯拉，贬低的是忽悠你们这些基础物理知识都没有的人敢吹特斯拉的营销号。特斯拉在天之灵应该会恶心的。特斯拉自己说过一句话，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将地球劈成两半，试想现在有谁能做到？不要贬低特斯拉了好不？地球能不能不知道，特斯拉要是把你脑球劈两半，肯定啥也发现不了。我想听听那个地摊文学，特别爱吹的特斯拉和那个经常被抖音大佬否定的进化论。学历越低，特斯拉越牛逼；智商越弱，进化论越错。高温下有害吗？有害，你大约吃半箱高温加热半小时的味精，大抵会在喝死之后再中毒。段誉是泰国祖先，佩服你听课跑偏的能力，已经从高速偏到国道了。说了半天没听懂，反正我就知道他们也是华夏后裔。不仅阅读能力不仅，总结能力更是靠许久不咋运转的脑子脑补，佩服。亚非欧不是按皮肤颜色来划分的吗？不，是按照你玩游戏的道理分的。我看完了，感觉你说的古汉语就是粤语。你天天在家耕田，看长征五号火箭也觉得像一家白萝卜。说说民国时期大量引进日语的事儿吧。我们现在汉语里有很多词汇都是日语。日本人叫这个和制汉语，而你叫这个日语，你真比日本人还爱日本。简言之，世界语言只有汉语跟表音语。幼儿园级别的总结能力，就别总简而言之了。明明是房子里放个虫子，就是说房子没人住就容易生虫。房子里有没有我不知道，你脑子里大概是有的。天上有日皇大帝，地下有阎王爷，以后客气点。阎王爷告诉你的。张九零后人路过，虽然至今后人已经形成非常庞大的组群了。哲宇你还会说你们家是说相声的。你听过一个关于哲宇的歌吗？哲宇的山路十八弯。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用的五饼？我说城门楼子，你给我讲胯骨肘子。拼音还是我们福建人发明的，还能说我们不标准吗？是，还把 Tom 翻译成了福尔摩斯，哈哈哈。兄弟，努力超越陈寅恪、季羡林两位大师，看好你。我终于知道啥叫一粉饼十黑了。计算机是不是有二进制？世界上只有十种人，懂二进制的和不懂二进制的。根号二，我上学时就没有理解，就是这个三角形的边永远和其他两边没闭合，近似闭合。我勒个去，你这现在也没理解呀？所幸毕达哥拉斯没活到看见虚数。那就要扔火山里了。商朝又叫殷，为什么和商朝有联系呢？是哥伦布跑到美洲问印第安人，这是哪里？印第安人说印第安洋，所以叫印第安人。山海倾斜完后，印第安人和亚洲人就因为大陆板块漂移而分开了。对，肯定是你掰开的。耶律大旦，那就不能穿裤子了。中国人的智慧不是外国人能比的。你别给我们中国人抹黑。听不懂这些专业术语。对啊，你连中国汉字都打不对。你的口水能咽下去吗？不能，既然你来了就涂脸上吧。看了这么多视频了，我就感觉你肺活量越来越好。不是靠讲视频，是靠拼人。你嘟嘟了嘟嘟了，说起来都费劲，我们听起来更费劲。改变吧，少年。你脑子乌突突混沌，想东西费劲，记东西更费劲。改变吧，老年。你是不是觉得你说话快了很牛逼？对，为了多学点知识，我得改了瞎评论的习惯。你成长了，大家记住了，绝对不能跟这小子骂架。你这样不好，这样我没素材了。2021快乐。